Unrequested ejector seats. Okay. Okay, that's a lot of stuff. I get the picture. No, wait. Poor graphics rendering. Some can't even start the game. Frame rate issues, constant crashes. Major publications are having trouble playing the game on their machines. Even the best 1080 Ti's are stuttering. Alt-tabbing? That's a guaranteed crash. Desktop notifications? That's a crash. Playing the game? That's a crash. Changing options in the game without restarting? You'll get this. And if you got the pre-order version with the bonus spaceship, you might have a problem. Your special ship already comes with a hyperdrive inside it. Great, right? No, because you have to craft it in order to finish the tutorial missions. And if you haven't finished the tutorial missions, you can't leave the star system. So whoops, until they patch it, you're stranded. That's why I give my kids No Man's Sky. A fool. My ship's in bits! Okay, thank you. Just a quick note about how high expectations were for this game, and just how many people bought it on release. Myself included. Over 750,000 purchases on Steam at launch. It's the single best-selling game on the PlayStation Store that month. And the large proportion of people who bought it in the hopes of playing with their翔翔刚睡醒吗？刚忙完。OK， 阿杰呢？哦，我刚玩了一下别的游戏。但是我去播了，所以我就没玩了。没有，我只是厌倦了听到魔物猎人的叫声。噔噔，虽然很性感，但是。听腻了，一直听到他惨叫，什么意思？谁的惨叫？那个我的莱纳的惨叫。哦，是。没有办法，太废了。哦，希望屁说的好一点。屁叔不知道接到什么电话，心情又不好了。我觉得做那个，其实做客服都会变得忧郁。如果是我做，我就会发疯了。我现在是，现在遇到神经病。等一下，我还是戴耳机好了，放好吵，等我一下。想想在干嘛？在看网站。网站哦。这样就发了资讯了。哦。哔哔哔哔。嗯。啊不不，啊不不。哔哔哔。你 Minecraft 1.17出了，你们那时候有那么时候玩的就是1.17了吗？我们好像16是玩16吧。哦，17出了大改版。哦，什么洞穴系统大更新啊？出现新的生态域，还有新的生物，新的 boss。哦，没错，可以去挑战一下咯。没错。可是我们这样看过的地方，应该是不会变成新的生态域。对你已经生成过了，应该就不会有。对啊。所以要重新开始。最好是啦，可是对吧、啊？我也会觉得很可惜。话说我们上次玩的那个三人的合作解谜还没玩完。哦，对耶。我的
狗狗嘞？狗狗不见了。会不会玩到有点厌世、啊？不会，那个其实还好，就只是我有点僵，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而已。可能最近喜欢上那种射击被打的游戏了。被打的游戏，怪怪的。玩，那你想要被打是你自己本人？没有，我说游戏里面，我本人是不喜欢被打的，我怕痛。真的吗？怕痛？我听起来反过来。对。因为二零一五都玩太多了，就真的好好玩哦。然后我现在又在玩 Speed Run 呢。Speed Run 哪一部啊？哪一个？很厉害。那个，我是对我想要练习一下，看能不能在两小时内破关。但后来想一想，如果能在三小时内只用刀破关，应该也很猛吧？用刀破关，对啊。天哪，那个智障一样，又要去解那个成就了。嘟嘟嘟嘟嘟，叮叮叮。然后现在好不容易把一些物资的位置搞懂了。物资是子弹之类的吗？对，就是它会重生在哪里啊？然后哪边是可以打，哪边是不行打的？啊、我也想玩的，我 Steam 上不知道有没有灵骨堡，看一下。哦，没有啊，看来是没用。还是你们要玩什么？因为我也才刚开始而已。都可以啊。虫虫。我屁书竟然有 For the King 啊！For the King， 对啊，你没有玩过吗？哦，他好像也有推我们玩，还不错玩。只是感觉玩很久，就是玩一轮就玩很久，非常久。它是回合制吗？还是什么？对，算是回合制。它有一个棋盘这样，然后你们可以每个人的回合会轮到你动，然后你动可以看你要去打怪啊、捡东西还是干嘛，很多事情可以做。要玩很久，要玩非常久。然后它打架模式就有点像回合制 RPG 那样，然后三人我不知道。Oh, oh.要数了，好，没事。三个人玩的、哦，对，有点尴尬，因为每次这个要玩的时候，都会有四个人至少，然后就没办法凑两团，也不是。哦，还蛮特别的。对啊。干你！我们都有的游戏是什么？我们都有的游戏，你说想想也有的吗？对啊，
想想，想想也有。想想要跟我们一起玩吗 ？Get the fuck 有什么？想想 get the fuck out 吗？等一下，哎，可是可以发四个人，不行。可以啊，两个人也可以，三个人也可以，没问题的。一个人也可以，嗯，一个人也可以，一个人的 speed run。你够花阔的话，一个人也可以。一个小时，一个人，害怕。你们有 Dark Souls 吗？因为还没有玩过 Dark Souls， 还没有玩完，我玩了一两，前面一点点的，看看，好像没有。屁是真的 Dark Souls 三哎，天哪！有啊，我他很喜欢那种游戏。为什么？可是我觉得他的难度比那个魔炼还要再高好几层。没错。哇，光是不贪刀这方面就严格太多了。那个我买了血缘，不知道脑袋少了根筋买的血缘，到现在还没破。害怕。Bloodborne。哇，游戏声音超大声。谁把我的音效调成100？你妈趁你出耳朵怪聋，偷玩的电脑。敢？我哎，你在玩什么？我也要玩恐怖游戏。你妈吗？对啊，我妈之前还跟我一起看那个《进击的巨人》，然后就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不会想看的，这很血腥，这很暴力，这样这样。”他就说：“不会，我想知道你在，大家不接受。哦”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很可怕，这样。”然后他就说：“不会，我想看看你们都在看什么。”然后他看到第一集那个巨人嘛，那个七星种的巨人，就是他说：“哎、欸，他没有鸡鸡。”我说：“对，他是巨人，他是怪物，他是巨人，他没有鸡鸡。”他没有生殖能力，然后我妈问他们怎么生小孩，我就说他就很认真的看着我，不好意思吐槽他，然后看完一集就把他关掉了，也不知道看。你说你妈很虔诚，但是他还是会讲那种好笑话。对他就是会问一些奇奇怪怪问题。不会啊，感觉还蛮开明的嘛。嗯，我妈好像也会问一样的话。我们晋级居然是全家一起看的，对啊，笑死！我爸还看得起。第一次听到我妈讲这句话，就是因为晋级剧那个词哦，兄弟一好。我爸几乎不看动画，但是他晋级居然看得还蛮起劲。看来他喜欢这种题材，是吧？对，我爸也有看一点《鬼灭之刃》，笑死！你该不会开胃了吧？开胃，对吼，就是开始看动漫只有一部跟无限部，真的吗？零部跟无限部，没错。还有看什么？还有看《乌龙派出所》。哦，对，那种日常剧加家人的东西，我爸妈也很喜欢。他在看《火影忍者》。所以是要玩什么吗？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哎。你多看想想有什么游戏。哎，我好像看不到想想有什么游戏。好像摄影师隐藏。哎，没有看到。哎呦。
GTA 哦。GTA 要装很久，GTA，然后没有装。对啊。枪火重生。好像有重生过一次。Don't stop together, 4D2, Photo 2。最近刚买。哦，刚买哦，我很久以前就买了，只是它有英文，一直玩不顺。Among Us。哦，你有 Terraria， Terraria 可以多人去玩。Doki Doki。Doki Doki。DLC。那应该不是多人玩的。没。看别人玩，看他们爱爱叫而已。然后 ，Just Monica， 对对，啊 ，Just Monica， 对，抱歉。哇，你有买所有的 Ark 哦？嗯。啊，哇，那是就可能那个养恐龙游戏还蛮好玩的。嗯。Ark Survival Evolved。哦。哦。萌物猎人的美人美姐。啊啊啊啊啊！怎么了，萌啊 ？What the？ 被宝宝吃掉了。啊！我的天！区区泥鱼龙，我居然打不死。爸爸 is you 是什么东西？爸爸 is you， 爸爸 is you 好玩呢、欸，真的、哦，那名字听起来好笑，我看看，没错，好玩的，爸爸 is you， 算是益智游戏吗？解谜那种，对。意志解就是像指玩指令，然后他的指令会很多那种有趣的有趣的条件啊，你要用那些条件去达成任务，达成有点像推箱子那种仓库推箱这样子，仓库翻，然后要达成特定的条件，然后你才可以把出口打开，然后你就可以去出口这样子。可是有时候你稍微改一下条件的话，整个游戏会变得很乱。就比如说，爸爸 is you 就是有一个物件叫爸爸，然后 is you 就是爸爸是你，也就是说玩家可以用爸爸来操作这样。哦。可是也可以变成说，假设有墙壁的话，可能变成我，然后就我 is you， 然后变成说墙壁是你，所以说你可以操纵墙壁这样。靠，那玩他的那个关卡设计也蛮多元的。对，所以如果你条件有设定好的话，你后面就大概知道怎么玩。可是有时候就是会脑袋打结，因为有一些步骤是要一瞬间要完成，就是可能你在叠那个文字方块的时候，你要想说这个文字方块在重叠的时候，能不能再影响到下一个文字方块这样子。嗯，哦，哎，我看到他的图片，对，他有很多什么是什么的 ，Ice is open， snow is proof。嗯哼 ，interesting， 嗯 ，interesting， 嗯，面白 ，interesting， 想想哦，加到我的愿望清单里面。前阵子打僵尸得奖，他有得奖？对啊，打僵尸哦 ，L4D2 吗？啊！想梦已经不想玩了，真的，开玩笑的。讲僵尸吗？僵哎，靠！我没下载耶。我们刚才不是在说什么 GTA4 也是可以啊？哦，如何，各位同学？整理吗？整理吗？可以的。我们不求过，我们只求探探。我好像从来没有破到第二阶段，就只破最上面的关而已。我们之前也是啊，我们就在这一轮破到我自己啊，我自己跟朋友全破了。哦，但是就是后面很痛苦而已。
后面就变得很难，第二关开始就突然变很难。我记得我们一开始游戏刚开始的 Round Down 1就解到中间就已经很厉害的感觉。